在109年，我哋嘅先烈犧牲自己嘅生命，向呢個滿清政府推翻佢哋。今日係武昌首義成功第一日。其實辛亥革命係兩次，辛亥年有兩次。第一次就係廣州起義，舊歷嘅329，後屘唔知國民黨做乜鬼嘢，329變咗新歷，佢就變咗青年節啦。因為329犧牲嘅係大部分都係十幾歲至25歲之間嘅知識分子。OK， 咁所以後屘就叫做青年節。咁而家成立呢、這個。即係我哋嘅國慶咧，就係武昌首義紀念日。希望大家好清楚，連台灣國民黨嗰啲所謂國民黨嘅人都唔清楚中華民國嘅生日係邊日。俾啲掌聲佢好唔好？多謝佢咁咧，其實咧，大家都開心，咁感慨嘅。今日我哋Tommy 哥第日你哋有興趣想搞啲活動咧，可以揾Tommy 哥咁靚仔咧，行埋啲，俾佢睇下咁靚仔。喂，你結咗婚未啊？未。佢話今年未結婚喎，今年未結婚。今晚。嗱，講兩句啊，係咁啲啊，好嘛？博士講先。好，我哋咧咁啊，好謙虛，佢咧尊敬長者，由博士講先嚇。咁咧今日真係好開心嘅，好難得嘅日子。咁啊，時間交翻俾阿博士你，阿博士你啊。係各位同志，或者係志同道合嘅朋友，今日係響109年前嘅廣州開始，係辛亥革命嘅第一次。是廣州起義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歷史，尤其是香港人蒙查查就知道有個叫做十一烏里丹刀的事，所以我借這個時間跟大家講一點。這個情況就是今天是我們辛亥革命的第二次革命，當年辛亥年的第二次革命，第一次是農曆329廣州起義，廣州起義講清楚，但是有些人蒙查查亂咁噏，叫做黃花崗起義，講句難聽啲，正撲街。黃花崗是撞我哋先烈的地方，一啲都不尊重他哋，可以咁講。歷史不能夠亂咁寫嘅，我哋講嘅喺邊度起義就係邊度起義。今日呢個係我第一個重點。仲有黃花崗起義係農曆嘅329，農曆嘅329，尤其是呢個廣州起義係點嚟咧？最緊要嘅，我哋加拿大、美國嘅同盟會會員捐錢最多，仲有將會所。他們的會所按比銀行支持這一次的第一次辛亥年的第一次革命，很清楚。
我是中國同盟會現在的現任主席。原因我們一定要澄清很多歷史，不能夠被人家在抹煞，尤其是台灣國民黨，我講明是台灣國民黨，本人是中國國民黨，很多很清楚的對他們萎縮，台灣話叫做磨爛花，廣東話叫做好難聽，不要說了，即是沒有下面。但是他們這樣的話，我們不怪他，因為李登輝上台之後改了，那我們不追究。現在我們講回329的廣州起義，無端端變成叫做黃花崗起義，已經是錯了歷史。跟著最重要的就是這一次329之役，吾黨清華付之一炬，想到都喊。他們是什麼人？全部都是十幾廿歲的青年人，好像香港的反共同志一樣，反共的年輕人。香港現在就是反共，但他們的時候是排滿抗拒外族的侵略。當年的滿清其實已經是亡國，大家要搞清楚，很多人搞不清楚的事，八國聯軍侵華，侵什麼華？當年都未有中華民國啊，搞清楚沒？華是中華民國1912年1月1日成立之後才可以叫做清華的，搞清楚沒？不識歷史人噏你又噏，吔招啦你！我哋係咁，所以我哋而家開始，我哋要做我哋嘅嘢，就係澄清歷史。仲有第二個點，重點就係今日係雙十節，係武昌起義嘅首日。有啲人戇求求話今日係中華民國生日。如果是講生日的話，今日呢最多都是仇徵，因為武昌起義是頭一日，那就最多是仇徵的，對不對啊？你不仇徵的怎麼有生日呢？其實中華民國的生日是在1912年元旦1月1日的10點鐘，在南京我哋先總理用大印中華民國嘅用曬，發出臨時通告，最緊要呢個就一吸印就係中華民國嘅誕生，呢個好緊要嘅。有啲香港有個同我一樣姓李嘅，睇風水算命好叻嘅，佢用中華民國用雙十節去算中華民國嘅生日，咁你叫佢入招噶啦。阿明仔啊，已經救世神棍嚟㗎。我哋唔好講咩，因為我又唔開名，人哋揾錢。但係我哋講嘅係實際嘅事情。仲有第三點要澄清，孫中山，我哋嘅總理，佢唔係徐亨村人。冇人知點解，連國民黨都唔去澄清嘅。我唔知佢哋食乜嘢大。但是我很清楚，因為我都是中山人，中共統治我，給我弟弟做台聯會會長，還是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人，還是政協委員，偽政協委員，那怎麼辦？我同學阿福去我同我一起去中山見過曬㗎啦，係嘛？我哋唔受佢哋統戰，但係我哋要澄清。其實我哋受佢統戰嘅，係佢請食飯，我哋唔食啫。係，不過二戰堅定啫，係嘛？食多兩餐冇問題。中共請我哋食飯，做咩唔食？係啊，做咩唔食？做咩唔食？我問翻你，我哋唔使賴嘅，我哋有責任，我哋有
少翻個轉頭啊嘛，明白未？其實孫中山即係我哋總理嘅故鄉係中山左部，係左部嗱。大家有機會嘅話，我會可能出年已經我哋可以光復噶啦，因為中共嘅滅魏建林嘅滅亡，我哋可以睇到嘅。啊！天滅中共，尤其是我哋長工早早講咗，亡共在共，唔好發夢，大家唔好發夢望台灣國民黨幫到我哋。我今年赴台參加立法委員嘅選舉，競爭嘅就係中國國民黨，打佢哋台灣國民黨嘅一大巴。我冇錢。唔等於我唔可以參選，佢哋掟嘅錢係過億，因為選完之後佢哋攞著數。我唔係，我哋係呢啲就係意識形態。我係中國國民黨，我係繼承孫總理，因為我係中國同盟會嘅主席。我哋要做嘅嘢唔係為錢，係為理想、為理念。好似我哋先烈農曆329辛亥革命嘅第一步。嗰啲革命青年，因為我哋繼承佢哋共產黨睇唔到佢哋嘅香港嘅反共 DNA， 後生仔香港嘅後生仔就係繼承咗反共嘅 DNA。而家佢睇到啦，你殺之不盡。當然，佢以為自己可以。隻手遮天，乜乜乜，但係全球喺全球都要滅你共匪，套句法輪功嘅話叫做天滅中共。其實唔係法輪功都講，道家我哋中國人係道嘅傳統，佢逆天而行，逆天而行就反咗道啦，係咁簡單。好多人在宣傳乜乜乜攞著數咩嘢？嗰啲香港嗰啲，大家唔使理佢。我哋覺得我哋做我哋嘢。大家而家喺度 stand by，stand by 乜嘢咧？中共嘅崩潰。但係我哋唔會希望台灣國民黨可以翻去。其實我已經係講明，我哋叫做就地起義。我哋承認嘅。各省嘅我哋有潛伏嘅人，只要你起義，我哋知道，明白未？其實做好多功夫，共產黨睇到我哋想，但係我哋冇唔使自己做嘅，民心不死，佢哋好戇居，因為我哋唔使同人哋去搞啲乜嘢，因為我哋嘅腦電波就係反共嘅 DNA。他們搞不清楚，你想都想不到香港的後生就是一波一波的犧牲。我們希望在一樓的，即是地下，地下室，即是地下那裡，但是因為我們焗住，大家在這裡，我們好像革命一樣，是不是有些革命這樣的方式？我們現在都是革命來的。先總理那句遺言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中華民國，一場一場中華民國。來日超遠，看不完。共同相念到天边，不分何先贤，在这里建家园，风吹雨打中，送你无间天，中华。
眼看不见家园，风吹大动，送你五千年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金大的草原，叫黄河长江的水波。
from New York, and 'cause I knew I'm one.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。